曲呢，一样能让大家来欣赏这个非常有节奏感的一首哦，也是呢，经由我们王老师用他的小提琴带来的精彩表演，再一次的安排给大家欣赏。那么这曲之后就会第二阶段的摸彩，请大家稍待片刻，来继续交给我们的王老师。好，不要走了。